一个假动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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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假动作轻松晃到你够不够我就是高手Hello， 这里是卡斯的 Vlog。今天我跟丁宁要挑战一个很艰苦的活动，就是爬长城。好，我们现在到长城啊，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们要坐摆渡车到长城上去。我们现在在往长城走。对，我们要坐我们什么车？摆渡车。摆渡车。嗯，感觉公司给我们就是把长城都清场了，今天都没有人，空无一人。嗯，我们现在在那个去长城的公交上，摆渡车。哦，摆渡车上，看到没有很摆渡。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就是要玩一下。我一直说的 Beyonce 同款那个滑道，就是你可以坐那个小车，然后从长城上滑下去。它是安全的吗？它非常安全。我现在是一个，重点是 Beyonce 同款。来，请看 VCR。Being abl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is always great to have that exposure. Wow, this is so pretty. You see things in pictures and.Know that I've actually been there, and it changes your view on life. I am going down the toboggan, and I'm driving this thing myself. And this i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ve done many things in my life, but this is a first. Lean with the chair. Oh, I haven't leaned and rocked with it. Lean with it. Rock with it. OK， 反正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命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现在也是一个顶流男团吧，对吧？没想到坐完车，不是好不走路的吗？你知道现在天上的乌鸦都在说，他骗你，骗你，骗你，你知道吗？我们到这个滑道啦。陈经理，我们要准备坐了，我们要准备坐了，很快。等一下，哎，我有点快，没事，准备坐。哎，这么快啊，手机，啊，好爽，是吧？脚踩着，哎，我有点怕，哎，好快，哎，还好，好了，这家沉重，沉重行就行。我这么高，特别高，这主要是看到他脚啊，这啊啊啊，不能看下面，不要笑了啊，被骗了啊啊，这么高我怕死，这太高了，这太高了。啊，这不敢，不能看下面啊，这太高了，等一下我怕摔下去了，哎他在抖，这太高了，我不敢走，难走，我没有，我的命很重要，我还要为长条实验做贡献的，熊猫党不能没有我，我的命很重要，我还要为长条实验做贡献的，熊猫党不能没有我。感觉丁丁真的是好可怜哦！我不是怕高，主要是这个高的很危险，没有保护措施。而且你看我们的鞋，就是真的，啊、就是
天哪、哎、你朝我右边看，右边全是树，这样就右边要左边左边左边，你看这样子就好一点，就是全是树。不行，我已经在树顶了，你这缺陷可想而知我有多高现在。你应该不会过半了。那还不是顶吗？我的天哪，还没到，还加速。哎呦我的，哎他真的加速了。你看到这个树桩这个地方啊，它会抖一下没关系，就是主要是我不怕高，我怕它垮，你知道吗？小心哦。不是的，我怎么知道他是坐这个上车的？还有回音，这边就会有震动，就是你小心点啊！准备好，三、二、一，哎，哎，Later。我们花了30块钱，然后买了这个纪念，大家看一下，三、二、一，这是我们活下来的证明。这个还蛮有纪念价值的，对吧？是的，是的，111，哎，你看，上面是111死。然后我们活下来了，真的。我下车的那一瞬间，感觉都带着光。好，我们到长城啦、上来的时候应该吃盖中盖的。一口气上多少？不会。好，我们开始爬吧。 Let's go。 爬爬，往那边爬，给我爬开。走吧。这里还有一只猫啊，它跟墙都融成一个颜色，我都没看出来。嗨。哦，真的耶，这只猫，这个猫。Ending, you is car, 叫什么？它的眼睛好凶啊。我不是猫毛过敏，我就踏起你啊。好吧，走吧。哎呦，小心点。上面好看吗？有。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English 传遍世界。点点啊，你等等我啊。跑那么前面干嘛？丁丁，看看看看，快快看，往后看，往后看。你不要那么凶啊。我很温柔了，我的表情。并没有，要听摄影师的。笑，眼抬头，低头一点，对。好，你看。你有感觉到我的胸今天挺紧的？感觉好。此时鼎鼎登上长城之后豪情迸发，此时他想吟诗一首来。诗名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酒好酸，今天是卡斯打款，我们回去好聚好散。I love you 长城，长城 do you love me 熊猫汤。才上来10分钟之后的鼎鼎，半个小时了吗？跟猫在一块晒太阳。鼎鼎他们都在看着你。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挺会找地啊。要不要帮他们推荐一下熊猫汤的歌曲？你们以后都做招财猫吧。哎，他竟然看着我。招财猫最会叫，一起就是招财猫，另外就配这个 BGM。好，我们现在在长城，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很适合唱我们的《以梦为马》，也希望我们。熊猫汤以后的路能够像长城一样又长又宽又宽又长，对，起个 key 吧。不要停止步伐，5、6、7，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五种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遗憾穿插，以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做造梦家。我宣布熊猫糖现在不需要 vocal 了。等一下，不，我们要试一下最后一句。绽放绽放绚烂烟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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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再串一遍，绽放，你这个起都起高了，绽放绚烂，绽放绚烂烟花。好嘞，五六七，绽放绚烂烟花啊。哇哦哇哦，不是这个 key 吗？兄弟，我们开始了，兄弟啊！嗯，我们开始了，走，拉一下，走，玩过这个东西，撞上人了啊！嗯，走了，走了，上了啊！嗯，手机充电了吧？嗯，好，嗯，哈哈哈哈，往自己那边拉，你要记得刹车。我要学 Beyonce。Live for it， 哇哇 ，Love for it， 哇哇。哦，停车停车。哎。来，我们现在结束了，然后顶顶花了30块钱买了他的美照，来展示一下。对啊，我自己的照片都没有花过这么贵的钱呢。好吧，我们今天的滑道体验结束。Yeah. 我们回去坐摆渡车，然后再开车回城里。行，我要去吃那个长城冰棍。Later。我们今天游玩了长城，当然要来打卡一下它的网红的食品，就是长城雪糕。来，我买了草莓味，你买了那个奶油味的，我们来试一下吧。来 ，milk。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天气是零下，零下多少度？但是我觉得来这不吃这个就感觉很可惜。哇哦，看一下，这是长城的，它上面还有雪霜，你看我。对啊，这是长城的烽火台还是那个敌楼？敌楼。来，我们试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吧。这个价格呢，草莓味是25，然后奶油味是20，怎么样？你要咬一口，很浓油，牙不好。来，我试一下这个。哦，咬不动。好冰啊！挺好，挺好吃的，牛奶味很浓。哎，这个草莓味也很浓。20块钱还是蛮贵的。对，但是这个造型蛮特别的。是吗？
就是大家如果要来长城玩的话，记得在门口就买这个雪糕会便宜一点。对，如果你要上了长城之后买，可能会涨价。因为我们开演唱会，在门口就买熊猫糖，每个人长相的雪糕。哇哦，会很特别吧？好，那我们今天的长城之旅就在我们在吃雪糕中结束吧。哇，你帮我 ending 哎，丁丁。那不是你经常做我做的，但这是我的 vlog， 所以我们今天的长城之旅到此结束了。你们这个有买保险了吗？给你们上当然有保险了。真的有保险吗？啊，你们这还蛮吓人的。你在这坐滑道下，你别坐这个了。你知道我200多斤坐这个还蛮瘆人的。没事，你比你胖的，比你胖一半的人家坐这个还没事呢。那老外比你胖多了。哦，对，老外很重。老外那女的，我的妈呀，那我一个顶你俩。不礼貌。不礼貌，别这么说。人家比你俩胖了，你看。主要是我也没有说我胖。你不算胖。真实诚。